如果你问我什么行程，在新加坡最像个观光客，我绝对会推荐你搭鸭子船，到滨海湾绕上一圈，真的很新加坡的 style。除了看得到鱼尾狮、摩天轮跟两座植物园，还有这里最出名的地标——滨海湾金沙酒店。如果你看过《疯狂亚洲富豪》或今年的《柯南》，一定对这间饭店不陌生。今天带你们一起开箱这间一生一定要住一次的饭店。这一次算是我们为了庆祝结婚六周年订了金沙酒店，大手笔。You're doing video for YouTube? Yes, yes. Actually, we're a YouTuber from Taiwan. So you will be a YouTube star. 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先去我们的饭店的房间看一下。Let's go. 金沙一共分成 Tower One, Tower Two 跟 Tower Three，各自有不同的出入口跟 check in 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巨大的飞行船。我们的房间本来是在 Tower One 的42楼，那柜台听到我们在庆祝我们的六周年结婚纪念，所以他帮我们升级到 Tower Two 的49楼。哇，太感人了吧！呀，很感人。哇，好多花！你在吃我们的花吗？看到我们的双人床。床非常大，我们前几天住圣淘沙的饭店，大概只有这边的四分之一吧。刚刚服务员帮我们加了婴儿床。这个双人床就是给我们三个人一起睡的地方。哇，好多的浴缸！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厕所，你来看一下吧。OK。好，可以。很大哎。是淋浴间。淋浴间超级大。我觉得这里很适合商务人士来，因为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办公区。新加坡的海景尽收眼底，看一下整个滨海湾一览无遗。哇，太夸张了。我跟你们讲一下我在订这个房间时候的心得啊。金沙酒店的房型大概分成三种，第一种是最普通的房型，你只要入住金沙，你就可以到57楼的无边际泳池去游泳，只有房客才可以进去，一般人是不行的。第二种 level 呢，就是我们订的这个房间，它是俱乐部型的套房，除了你可以上去泳池之外，你还可以到 Tower 2的55楼进去他们的俱乐部里面，可以在那边用餐。最后一种真的很贵，它是有专人管家、专车接送。我们这次选的就是中间的这种房型了。你可以看到鱼尾狮他们的那个地标。哪里？在你正前方，很小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很小，有在我指尖的地方。很小。怎么样，妈妈对于这个房间还满意吗？非常厉害。其实上次我们来新加坡的时候就很想住，但是就没有住到。对，而且可以去他的 club。吃东西，我觉得好蛮还蛮期待的。我们继续前往55楼的空中俱乐部，在这里你可以喝点小酒，吃点东西，从早餐一直到下午茶，费用都包含在房价内了。6岁以下不另外收费。你要看那边进来就有一个酒吧，就可以任你点，但是呢，哺乳妈妈还是只能喝鲜奶茶。气氛正好，还是要逼哺乳妈妈来庆祝一下。为我们的六周年干杯！今年的礼物就是你手上的那个。那明年还会是同样的礼物吗？我差点把香槟吐出来。随着天色渐暗，滨海湾的景色也更迷人。我们前往57楼，一探这座世界最大的高空无边际泳池，俯瞰着整个新加坡。天哪，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年轻女性的背影。不是，你要说肉体。哎，好漂亮，超美的。我会掉下去吗？哦，不会不会，这个设计师很厉害，他设计得很好，你不会掉下去的。如果你带小孩的话呢？Tower 1跟 Tower 2是可以给 family 亲子都可以下来游，水深是120公分。可以看一下他的表情，好棒！他喜欢，他很蛮爱的，好可爱哦你们。
后教你怎么样帮 baby 拍无边际泳池照。过完了在金沙的一晚，依旧觉得眼前的景色不太真实。这是一间很棒的饭店，我个人非常推荐。如果你来新加坡，有机会一定要住上一晚。早餐时间是他们的 buffet， 都不是叫 rice。人生总是有一些特别的时刻值得纪念。六年过去了，最感谢的还是有你们，成为这个家最珍贵的部分。希望未来的每一年，我们依然能开开心心，经历生命不同的风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我们是 Mom and Dad， 那我们就跟新加坡说拜拜咯，新加坡拜拜，拜拜。